Hello， 宝宝们，大家晚上好！哇，又到了我们就是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狂欢节最高潮时刻了。那这里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欧莱雅双十一的奇妙学院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这场直播，哇，可不一般哦！不仅依旧会有我们干货满满的我们护肤的知识来给到大家，更加有幸的邀请到一位我们欧家奇妙学院的金牌推荐官来给大家贡献一些我们囤货小 tips 啊，以及你们意想不到的超值福利来给到你们。所以在这里的话，各位宝宝们一定要抓紧记起笔记。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今天的这场直播绝对能够让你们满意到家。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我们赠品的福利啊，真的是超级的哇塞的这种感觉。代表摩登兄弟刘宇宁，让我们掌声欢迎。自己鼓掌。哈喽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各位。我们宁哥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也依旧是非常的高大帅气啊。那么就听说我们模范们都非常喜欢，就是你用家乡话来跟他们来唠嗑，是吗？不如我们今天现场来两句，因为今天就是也是我们双十一的最后一天了。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家乡话是吧？是，就是反正双十一了，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该买买啊，该囤囤货，因为你这个时候不买你还怎么买，别买你还什么时候买。别美颜术并作为我们的年终超级让人期待的直播，那么又有我们大牌坐镇啊，福利又是满满，对不对？咱们就是说今天就是一个谁囤谁赚的大动作。真的吗？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了，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累积时不满359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抽奖互动哦，奖品呢都是我们欧家的人气爆款。那每一轮就是我们介绍完我们产品之后呢，都会有一次抽奖，所以宝宝们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划重点持续锁定直播间哦，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抽奖了。那不止这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惊喜抽奖环节，奖品是什么呢？你们期不期待？来看一下啊，你们期不期待？我知道你们都很期待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介绍的奖品就是我们宁哥的亲笔签名的复颜抗皱水乳礼盒，外加我们宁哥亲笔签名的明信片一张，想不想要？不重要不重要，但是这个礼盒非常的棒啊，礼盒非常棒。但是呢，我们这边得卖个关子嘛，对不对？都说惊喜嘛 ，surprise， 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惊喜大奖，这个抽奖时间保密一下啊。好，所以想要这个惊喜大奖的话呢，各位宝宝们来注意了，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直播间，随时都有可能开始。而且在我们今天呢，我们整场直播一共有六次抽奖，所以宝宝们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宁哥的奇妙美颜教学正式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啊，我准备好了啊，宁哥开始了，宁哥开始了啊。好，那么我听说啊，就是我们的宁哥他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可以达到过目不忘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不是，我就认人比较认的比较准，就是比如说我好多年前见过这个人，然后下次再见他的时候，我就大概能记得在什么时候哪个地方见过他，但是可能记名字差一点。怪不得我第一次和宁哥合作完之后，我们第二次隔了很久远，然后说，你是那个主持人，是，哎呀，那个开心啊，开心啊。好，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就讲过目不忘，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小游戏。一会儿呢，我会拿一张卡片，然后卡片上会有一些图案啊，好，然后呢，你会有10秒钟的时间去快速来记住上面的，要不要再看一眼？差不多，差不多了，好，也没什么内容这里。好，那这里的话啊，宁哥都记住了，很胸有成竹啊。是的。那么接下来，请记得，请用一首歌名来形容一下我们刚那张图片。没想到吧？一首歌名。思考一下，纠结一下。歌名吗？歌名。就阳光嘛，沙滩嘛。阳光。海浪啊。还什么？我有首歌还比较适合的，叫做《阳光》海浪，我和你啊，也前两天刚发的一首歌。这个我感觉就是每次我们准备这种挑战环节，对于我们宁哥来讲太机智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难度啊，就是没错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图片呢，就是我们就是宁所演唱的这首热播剧《制造》的主题曲《阳光海浪我和你》，那么不少粉丝都说就是在里面听到一种满满的阳光的感觉。但我感觉是我们宁哥的本人就是非常的就是有元气，而且很阳光，因为每次见到宁哥的时候，他不管多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现场就突然就打起状态来，都非常有朝气一种状态。当然，当然，就是进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有工作状态嘛。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问题来了，您说，就是宁哥，您平时的话，就怎么能够保持这种状态呢？有什么秘诀在里面？首先吧，第一就是你做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只要是你喜欢的，你的状态一定会非常好，因为你是积极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嘛。这肯定是。然后呢，再就是得注重一些保养吧，保养，注重保养，对。
哎，那么就是我们说到保养啊，是的，因为我们最近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秋冬的一个换季嘛，是秋天我们天气都是非常非常的干燥的啊，就是我像我自己来讲的话，偶尔脸上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干皮啊，还有一些皱纹啊，这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所谓的就是秋季断崖式衰老，嗯，是的，哎，就是，干比较干嘛，就比较干，对对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不知道，就是我们宁哥在我们秋冬啊，然后这样子有没有一些换季的时候保养的一些小妙招啊？能不能就是其实大家现场对，其实就是刚才说了嘛，秋天就比较干嘛，然后就希望有一些，因为你干自然就会有那个纹啊，就会有一些细纹什么之类 的，所以一定得用一些抗皱的东西，嗯，啊，然后呢提拉呀，然后让皮肤光滑的一些产品，嗯，没错，啊，对。所以呢，我跟你说，朋友们，所以呢，我一般我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欧莱雅，哦，了，欧莱雅的复颜水乳礼盒啊，然后这是抗老啊，这个也非常的不错。哎，没有错啊，就是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给大家就是一个黄金妙招，是的，那就是在我们的秋冬换季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一款，就是我们的水乳套装里面什么，就是我们的复颜柔肤水130毫升正装一瓶，还有。就是我们的复颜乳液110毫升的正装一瓶，这个话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因为它的话就是能够就是我们对抗啊，就是我们秋季衰老的秘诀是在什么？就里面含有我们三重宝藏成分，哎，您哥知道是哪三重吗？就是肯定有那个叫什么那个视黄醇 Pro 啊，提拉胜肽，还有这个95%的积雪草精粹。你这个是准备好来的是吗？我因为我拍那个广告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已经记得非常清楚了，我非常了解这些东西了已经。就是因为这个好用，然后等于说在广告时还特别的记忆到里面。当然宝藏成分非常棒，还有好多宝藏成分呢，真的。没错，那么这一点我们中间讲啊，就是这个我们视黄醇的 Pro 啊，我相信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哎，那么宁哥对于这个成分的话，就是有多了解呢？反正这个东西应该是刺激胶原蛋白再生的东西。没，完全正确啊 ，bingo！ 就到我们现在，宁哥一个错误都不犯，我都没有办法给你们谋福利，你知道吗？哎，就是我们第一重的一个抗老成分就是我们的视黄醇 Pro， 它可以就是刺激我们皮肤内的一些胶原蛋白的新生宝藏成分，就是我们纯度高达95%的积雪草精粹。嗯，我95%是吧？95%就纯度。非常之高，对对对，哎，是的，那么就在这里的话，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欧家出品，必属精品。那么这个呢，我们薰衣草精粹呢，可以防止我们胶原蛋白的流失，起到一个就是我们修护屏障作用。那么不止这样，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这一组啊，就是我们复颜水乳里面还添加了什么？就是我们双重舒润成分的玻尿酸和维 E， 可以帮助就是对维 E， 可以帮助我们肌肤啊，就是在我们秋冬的时候啊，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水啊，然后就保湿啊、锁水这样子一个效果。是的，是的，对，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就可以来涂一下。对，我觉得这个水乳呢，它不只是那个。秋冬可以用，它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因为它就是比较的清爽，就不黏啊，质地非常的轻盈。然后乳液来试一下，对，就是它是一种，哎，就非常的，就它质地，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很滑，质地真的很柔顺。啊，是的，是的，对，很顺滑，非常之柔顺，然后也这个滋润效果也非常好。好，然后不是那种黏糊糊的啊，我反而不喜欢使用那种特别黏的东西。因为不管就是说男生女生嘛，都喜欢那种就清爽一点的，用在就是我们肌肤上没有那种负担的这种感觉的。是。是的，是的，对吧？是我们肌肤上没有那种负担的那种感觉的。是的，是的，对吧？是我们肌肤上没有那种负担的那种感觉的。是的，是的，对吧？当然，而且我们人类是我们感官性动物，对不对？它的味道的话，我们可以闻一下，就是味道的话也是非常的好闻的一个味道，对吧？对，就很不错。十三香啊，不是，是因为麻辣香锅，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平时身上好多种味道，这个是13种香味的其中之一，这是我跟我粉丝的一个梗啊，这样子，没错，没错。哎，那么刚刚宁哥讲就是和粉丝的梗，在我们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呢会有很多和宁哥相关的梗，各位宝宝们能不能找出来就看你们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宁哥啊，就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而且各位宝宝们请记得，我们今天的折扣也是超级优秀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我们今天我们这款产品品牌的指导价是409一套，但是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宝宝们，请注意了，到手价只需359就可以把我们一整套的水乳带回家。当然了，结束吗？当然不是啦，不止这样哦。还有什么？哎，还有什么？在我们这组套装里面还赠送了50毫升的乳液中样一支，还有65毫升的柔肤水中样一瓶。哇，对，特别优惠啊！对啊，送这么多东西，送的特别特别多，当然还不止。
还不是就完了吗？啊，还有当然不是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我们还会额外的赠送22毫升的柔肤水一瓶，还有25毫升的复颜日霜两个，还有我们15毫升的复颜日霜一个。所以在我们今天就是下单越多，优惠越多，而且很优惠嘛，啊，很优惠。是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宁哥来到我们现场了，宁哥只要一来，我们宝宝们一看，哇，就热情的不要不要，就很有热情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有热情？第一个，我们宁哥阳光、朝气又帅气，对不对？还行，阳光啊，阳光。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的话，宁哥每次一来，我们的福利肯定是要开始的，当然，成本每次都必须要有，对不对？那感谢我们欧莱雅嘛。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第一轮宠粉福利，可以吗？好呀，好，那我们那就是要抽奖是不是？哎，要准备开始抽奖了。哎，稍等一下，还没讲规则，还没讲规则啊！我们宁哥比较激动，想要把我们的福利给到你们啊！来，大家注意了啊，敲黑板了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累积10复满359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抽奖活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屏幕上方，对不对？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抽奖球，点击呢就可以啊参与抽奖了啊。那么等待自动开奖就可以了。所以中奖宝宝们，请记得重点一个重点哦，一定要截图。然后截完图之后呢，去找我们的客服，然后去兑奖。那么这一轮奖品呢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复颜水正装一份。总共是正装一份，对，两个名额，所以各位宝宝们来抓紧时间开始参与起来啊！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究竟是谁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幸运儿呢？好，宁哥，我们准备开始倒数一下好吗？好，来，3、2、1，开始。好，没问题。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就已经开始了，各位宝宝们抓紧时间参与进去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嗯、那么刚刚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宁哥参与的一个看图速记游戏，还没有结束哦，我们还要继续。但感觉没有挑战性了。对，我还以为让我记着那两个小男孩穿的什么颜色牛仔裤，然后他们是那个左手和右手是哪怎么拉的，拉在一块儿的、啊。大家来找茬是吗？是，我以为是那种记忆呢。好，没问题。那么我们第二题准备好了吗？当然了。好，嗯，准备好了，这回没拿到，拿正的。来，等等，10秒钟时间，10、9、8、7、6、5、4 ，OK， 可以了，可以了，确定啊？嗯、好，那么这一题，宁哥。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啊？啊，您说这一题的话，我们是问，请问这张图上的人他为什么熬夜？为什么熬夜？哎，不双十一嘛，对吧？双十一在那儿只是购物呢，网购呢，啊，囤货呢，囤货是啊，因为我看那个日期是11月11号嘛。哦，11月11号吗？嗯，再看一遍啊。哦，真的是10月11号，我才刚注意到，你知道吗？来刷手机啊，没有错啊，就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宁哥呢就是像侦探一样观察很仔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年终的一个囤货季，大家都会就是在那边晚上大半夜开始刷刷好物，对不对？连我都囤，哎，啊，你也囤啊？当然，刷眼睛累吗？还行，我得买点这个东西送给我的好朋友们啊。哎，是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因为主要是我们欧家出品避暑精品，给到我们各位朋友啊都是很 OK 的，因为效果非常厉害，非常明显，对不对？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到一个产品，什么？就是我们这一套玻色因的水乳，是专门呢会针对我们的熬夜肌肤所研发的，是我们的熬夜救星，并且可以就是什么呢，淡纹焕亮，效果真的是杠杠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用了你就知道它感觉什么样子的。对，就是因为熬夜的话，因为我真的是天天熬夜，因为现在包括现在这个戏真的是我的天哪，12点收工已经算早的，当然没有吐槽剧组的意思啊，就是我跟你说，天天熬夜对皮肤伤害真的太大了啊，有的时候包括像录歌呀，包括一些工作呀，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甚至，哎呀，不能卖惨，没有，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天天熬夜，经常熬夜，对不对？然后呢，我也是熬夜代表，所以就得用这个玻色因水乳的这个套装啊。哇，12点结束都算早的呀！哎，这个戏真的是。哎，我天哪！你像之前的话，我记得就拍打戏拍了，然后就是这个比较熬，这个戏挺好的，但是我是开心的，嗯。但是每次等于说都能够在这么就是繁忙的工作之后，来到我们现场给大家带来一个快乐，然后宠粉这样子的环节，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宁哥杀出点个赞啊，是的，对。好，那么宁哥的话刚刚也讲到，就是非常就是会为自己匹配一个合适的一个产品很重要，当然，因为我们熬夜大家都知道嘛，熬夜最怕是什么？熬夜会变老。对啊，衰老啊！啊，对，衰老，对不对？熬夜多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脸整个是一个垮的，而且非常的就是暗沉啊，会发黄啊，就是感觉就人的状态是不行的。是，就是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每天拍戏嘛，
其实日常还好像大家日常可能感受没那么的深，嗯，是，但是其实上镜的话，你第二如果你熬天前一天熬了夜之后，第二天如果状态不好的话，脸会特别油，对，然后呢就感觉就觉得这人没精神，特别是的是的特别暗淡，没有气色啊，对，就是，而且熬夜时间长了也会真的会垮，对，而整个人的一个肌肤状态啊都会是的很大的，而对人的精神状态其实也很就是很有那种打击的感觉。是的，是的，对对对。还有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出油，对不对？嗯，那么我们这一款我们水乳就是从这三大维度来拯救，就是我们的一个熬夜肌。哦，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玻色因的水乳是可以就是强效的淡纹的，就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熬夜脸不垮这样子的一种感受，让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那么其次呢，还能帮助我们，对不对啊？就是这道水乳啊，就顾名思义，对不对？里面添加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淡纹玻色因，就是可以加速的我们胶原蛋白的生成，专门去帮助就是我们脸上去淡化因为熬夜所长出来一些纹路啊，而且还加就是我们的紧致浮波因，嗯，它可以就是帮助减少我们胶原蛋白的流失，哎，并且什么，里面还添加了我们三重玻尿酸补水，然后又是锁水的，所以说不管说就是我们各位宝宝们请注意，不管说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它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它还有一个抗氧成分是我们的维生素 E 以及我们的保湿角鲨烷，就是不怕就是我们的一个肌肤的暗沉，然后还可以控制就是我们肌肤的一些水油平衡的一些调整啊，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熬夜的朋友比较适合这个。哎，是，就是玻色因。是的，就是在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就是给到我们熬夜的很多宝宝们都有福了，你知道吗？当然，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针对我们很多就是宝宝们会遇到的问题，等于说所研制出来的。宝宝们一定要注意了，在我们这一款的一个套装品牌指导价是429，那么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只需要379，里面还附赠了什么？就是我们乳液的50毫升，再加上我们精油65毫升一瓶，还有我们太空霜15毫升一个。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呢，还会再送你精露22毫升2支，还有我们的安瓶面膜5片，就是一盒，再加上安瓶面膜的2片。天哪啊，送的太多了，这个确实蛮划算的啊。是的，在我们今天的量给到各位，真的是买的越多，福利真的就是越多啊。是的，是的。然后在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抽奖环节，哎，又要来了。所以新进直播间宝宝们来注意了，在我们今天直播间累积10副满359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哦。然后每一次我们产品介绍完之后，都会有一轮的抽奖哦。哎，重点来了。在最后还有一个惊喜大抽奖随机出现，奖品就是我们宁哥所亲笔签名的复颜抗皱水乳礼盒，还有我们亲笔签名的明信片一张，我知道你们都很想要啊。行，没问题，没问题，现场给你们签到。现场签啊，没问题啊。所以小宝宝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啊。来，那么在这里我们抽奖的时候，请各位来注意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屏幕上方呢会出现一个抽奖球，点击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那么到时候这张宝宝们，请记得一定要截图，然后到我们客服那边进行来兑奖，来兑换我们的奖品。那么这一轮我们的奖品什么？就是我们的玻色因乳液正装一份。来，宁哥，来啊，大家准备一下，来，3、2、1，开始。好，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的这一轮抽奖已经开始了，各位宝宝们来抓紧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一定不要错过。在我们最后还有更多的福利来给到你们，还有我们的惊喜大礼来给到你们，不定时哦，所以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哎，那么就是我们直播下来啊，嗯，这么久了，其实我发现我们宁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幽默的，而且非常有梗。哪有啊？哎，而且是看到我们粉丝说啊，就是看宁哥的直播会笑到长皱纹。哎，这个不能怪我啊，这个不能怪我。哎，哎，那么就说到皱纹啊，其实大家就是非常关注的又一个我们皮肤上面的一个问题。对，这个谁得避免不了的。是的，是的，因为就像我们，就我单讲我，就是我们主持人这个职业的话，就经常等于说要带妆，然后就是会工作到很晚，比方说熬夜啊，就很正常到深夜，然后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伤害会非常非常大，就导致我们脸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纹嘛，嗯，对不对？所以纹就细纹的话会困扰我们很多的人，我相信很多宝宝们也会跟我一样有很多问题，对不对？那么究竟该怎么去解决它呢？所以在今天我们会着重在这个环节来告诉大家。那么说到各种纹啊，我们也给我们宁哥准备了一个考验哦，是，可以，我们这里罗列出了8种纹路。我们就邀请我们宁哥来猜一下这8种纹路，8大纹分别叫什么名字？好，可以吗？准备好了？好，来，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来，我们这边有4个纹路，我们每说一个，我们会把它给拉掉，给大家来看啊，看能不能说对啊？来，第一个，宁哥来看一下什么？这个肯定法令纹嘛？法令纹，对，好，来，等等，给大家看得清楚吗？来，法令纹啊，没有错，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法令纹，在我们这个位置。抬头纹吗？抬头纹，确定吗？是，应该是吧？应该是啊。来，噔噔，抬头纹，好，也没有错啊，你应该很厉害啊。来，下一个，哎，这什么？这个名字什么？这个叫做专业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什么？
这个确实不知道，这个确实不知道，不知道。这难道不是法令纹延伸下来了吗？延伸不是，就下面，我们在哪个位置？这个在哪？这边是什么位置？嘴角纹。嘴角纹，哎，这个的话，我们专业术语叫嘴周纹，是吧？嘴周纹，偶尔。对对，没错没错，就嘴巴周边的。是的，是的。这个很明显。这个对，颈纹嘛，颈纹啊。好，那么我们先四个没错答对，我们一共八大纹啊，来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个面板，嗯，来看一下。宁哥，这是鱼尾纹吗？鱼尾纹，嗯，哦，没错啊，恭喜答对。这个叫做眼睑纹还是眼？这是不是不是？哦，这个叫什么？纠结一下。哎，来这里的话，我们各位宝宝们，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可以来跟你们互动的啊。这个叫做卧蚕纹，是不是？卧蚕纹，我不知道，这个还真不知道专业怎么称呼。那我们给大家来，我们揭晓一下，揭晓一下，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来看一下这边的文物叫什么？眼下细纹。眼下细纹。哦，就是它这个词，我们单个都不知道，但我们真的去看，其实还真不知道啊。嗯，这个叫这个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也不知道。对，它是在中间的，是什么？山根纹是吧？山根纹。好，宝宝们，你们知道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啊，来公布，来揭晓答案，等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猜一下好不好？好呀，好，来猜一下啊。好，来三二一，叫眉眼，眉眼横纹，眉眼横纹，哇，眉眼横纹，高级，高级，高级啊，哇，厉害，这个简单了，是川字纹吗？川字纹啊，没错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川字纹，就是我们刚给大家所演示的呢，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演示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八大纹路。那么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它们呢？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宁哥其实做足了功课来到我们现场。还行。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不是所有就看得见的纹路它才叫纹，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脸上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潜在纹，它是偷偷的一个潜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基底的。然后，并且会随着就是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才会慢慢的浮现。而且还有不少，就随着我们表情的产生啊，会产生出很多一个动态细纹。这些呢，就是我们以后在未来，随着年龄增长，会慢慢变成一个可见纹。那么，所有就是我们不能等我们这些纹路出现了才可以去补救，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对不对？淡纹一定要做到我们一个提前预防，才能够就是击退我们潜在纹，告别动态纹，还有淡化我们的一个可见纹。那么皮肤出现这么多纹，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们有什么办法吗？就是一定要早睡觉嘛，平时早早的睡觉。当然，双十一之前这个熬夜去下单什么的，那个可以理解一下。但是就是是难得一次嘛，对吧？尽量少熬夜，保证那个充足的睡眠。然后，就是你得给那个用睡眠时间让这个胶原蛋白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恢复，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就是，准备好一些能够淡纹的一些装备。哎，是的，我们讲到装备啊，装备，那这里就比如说什么，就是我们欧家的明星的一个淡纹产品，就是我们的什么紫熨斗嘛，它的话就是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在我们这一款呢，是我们新升级的第二代紫熨斗，它的功效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一个强劲。因为就是我们宁哥刚刚所就猜到，就是我们的一个眼面颈八大纹，它一支就能够全部搞定。其次呢，就是什么，就它的一个成分更强了，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我们全新的成分，就浓缩的一个玻色因 Pro。玻色因的含量等于就是一支是顶以前两支的，而且淡纹的一个速度肯定是加倍的啊。然后这个宁哥的话，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来试一下这种感觉啊。对，它这个就前面还有那个这个头嘛，是这种，就可以自己就这样涂啊，都可以涂的非常方便，而且这上次就知道它是第二代了嘛，非常的棒。然后呢，因为我在剧组的时候有时候嫌麻烦嘛，就是说也。其实带的护肤品不是特别多，因为每天其实睡眠时间已经不够了。对，但是就带一个这个，就是平时哪怕说偷偷懒的时候，哎，涂涂眼睛，然后呢又可以当眼霜，又可以当这个面霜啊，就是都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可以，淡化细纹，也可以就消肿啊，消除这个泡泡眼啊，都是可以的。比如说眼皮肿啊，弄一弄就好了。哎，我们宁哥啊，就这个很懂啊，就是无意中帮我们开辟出了一个。我真的，我在好多年前，我可能我没有做艺人的时候，我真的对这个护肤这种东西完全是不在意的。但是我自从干了这行之后，我觉得不得不在意，所以就在研究啊，都在研究什么玻色因 Pro 这些东西，它到底是干嘛的，得研究。还得推荐给朋友啥的，跟他们讲啊，所以刚也讲，就是我们活动做完就买一套，全部给自己的朋友，全部精致的猪猪男孩那种感觉，精致一点没有错。就是我们刚刚宁哥，就是我刚刚讲到有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无意中给我们开辟出，就是我们紫熨斗另外一种使用方法，就是什么，就是
我们确实啊，就是它像我们的紫熨斗啊，吊在紫熨斗的话，它是没有一个部位限制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纹啊、面纹啊，对对对，对，还有一些颈纹啊，其实都是可以去使用它的。是，就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添加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氟波音的一个紧致因子，就是长效的玻尿酸，还有淡化可见纹，去抵御我们的一个潜在纹，焕活就是我们眼周啊，就是更是不在话下。嗯哼，而且早上起来，比如说眼睛熬夜，就眼睛一定是肿的嘛。哎，对，一定是肿的。然后它这个头就前面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然后涂上去也就很舒服啊，就很真的是很舒服这个。对，是的，因为它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对，可以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来个特写啊，因为它的话呢，就是一个双曲面的一个设计，它非常就可以贴合我们的眼妆按摩，同时呢还改善我们的眼袋还有敏感肌呢，它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就它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没错没错，而且这个质地还也很轻盈，就是用完之后就很快就吸收了，也不会就是特别黏糊，我觉得就很棒。哎，是的是的，可以大家来看一下，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质地的一个感受。质地啊，来，我来弄一下。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就不在你还弄了啊。好，没问题。哎，就是你看，对，就是我们这样子啊，配合我们这个熨斗去使用的话，就是我们熨开非常的快，它非常的一个轻盈，对，而且它轻盈，对，熨斗，然后配合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产品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你的眼部啊是一种很放松的感觉，是的，是的，是吧？一支就够了，真的是啊，对，是的。那这里的话就是真的非常就是推荐我们宝宝们去使用它啊，而就是我们这个质地真的是非常对于我们肌肤来讲非常非常舒适，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放心入手。所以在这里的话，宝宝们来注意了，我手上这支就是我们紫熨斗 2.0， 我们的品牌指导价是349，那么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只需要299，就便宜，非常便宜这么多。哎，是的，所以在这边的话，有喜欢的好物一定不要放手，趁活动赶紧拿下它。哎，那么就梗来了啊，就是林哥，是那个歌怎么唱来着？叫什么？陪在你左右，我不会放手。哦，我说你刚才说这句话什么这么耳熟？是什么？我还在反应呢，这什么这是？我现在倒是陪，然后拉很长，陪在你左右。陪在你左右，我不会放手。哎，就这个是这个。哎，是。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哎，是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一样，今天就是我们宁哥陪在你左右。模范们别放手啊，唱的不好意思懂就可以了，可以的、啊、可以的。今天我们的梗就会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呢，在我们直播间会额外的还会加赠什么，就是我们4支7.5毫升的紫熨斗、相当于等于说再送一支正装来给到你们，等于就是买一送一了宝宝们，所以今天这下单就是下单越多优惠越多。是的啊，朋友们，我觉得是差不多该抽奖了。哦，该抽奖了吗？是吧、差不多差不多。哎，那么就是在这里的啊，就是我们宁哥也是惦记着我们大家的一些福利，对不对？那么在我们今天直播间累积时付满359的宝宝们，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本轮抽奖。那么只要在我们屏幕上方的抽奖球点击一下啊，就可以参与到了。那么大家请记得一个重点啊，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一个中奖截图给保存下来，之后呢去找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兑奖，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段奖品呢，就是我们的什么花蜜精华正装一份，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参与啊。那我们奖品福利呢，等不及来被你们抱走了，快点来拿啊！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们宁哥来为大家来开启我们下一轮抽奖。好，来，大家准备一下，来，注意了啊，来，3、2、1，好，开始了啊，我们这轮抽奖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下一个产品。那么下面这几个品啊，真的非常非常就是适合我们秋冬季来使用。天哪！哎，所以直播间宝宝们，你们要注意了，竖起耳朵来听啊，该划重点的划重点，抓紧时间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准备好了啊，宁哥。我们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啊，我们就是来出个题来考考宁哥，当然会给一点提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唱歌唱宁哥歌太有难度了，你知道吗？我喜欢听，但是我不会唱，但是我非常喜欢里面的一些歌词，就比方说我最近特别有一个特别喜欢歌词啊，叫做怦然的有信仰，万家灯都能走亮。哎，宁哥，这个是哪首歌？好熟悉，我就真的是啊，我自己的歌好熟悉，真的是，就是哎什么？刘宇宁唱的那个《追光》，对不对？刘宇宁的歌啊，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唱的《追光》。是的，谢谢主持人，谢谢没少听我的歌，非常感谢。哎，是的，是的，因为就是宁哥所唱的歌的话，就让人感受到是真的很舒服的一种感觉，而且就是很有一种就是那种，很朝气啊，或者我们迸发出一种动力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宁哥唱的歌。是的，是的，哎，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宁哥要不要在现场来打歌一下啊，就是我们追光来作为守在我们粉丝啊，直播间粉丝们的福利，当然可以吗？来，我们现场来开始一下，我就来给个特写，嗨，你就唱两句吧。
我希望雨会出，有花可赏，流泪给别来无恙。奔赴的好时光都属于光，回过头他是想老地方。好，就是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哎，这在我们直播间能够听到我们宁哥的一个原声，真是不愧是我们专业歌手啊！哎，也不是，我到哪都唱，反正走到哪唱到哪。因为我之前就像宁哥在直播里面讲，就是一些颤音啊什么的，然后就好像之前一个检查一个颤音，是可以，我可专业歌手啊，都是可以的。是的，对对对。哎，那么宁哥的这首《追光》呢，就是接下来和我们这个王炸组合，哎，非常的契合了，是不是？弹幕里面呢，我们的粉丝们可以来猜猜看。可以把你的答案啊来发到我们的评论区，这个究竟啊是什么王炸产品呢？和我们的这个宁哥刚所唱这首歌《追光》啊是相契合，是什么呢？那赶紧抓紧来互动起来啊！是的，没错，就追光嘛，对，和光有关，那就是应该是欧莱雅助光水乳啊，助光水乳啊。我们这个菜还没猜完呢，宁哥已经开始公布答案了。那不然的啊，不然的，没错啊，那就是我看到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也已经说出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答案了。接下来就要请出的是我们的王炸组合欧莱雅的助光水乳，能够让我们的肌肤时刻追光，叠加我们欧莱雅持有美白特证的助白瓶，一套助白三部曲，让你在家能够感受到我们院线级的亮肤护理，在整个秋冬都能够一直焕亮发光。嗯，那么咱们呢就是这个助光水乳还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焕亮抛光铁三角公式。哎，宁哥考一下，知不知道这个公式是什么？当然知道啊，这个公式就是去粗糙啊，然后呢加这个细毛孔，然后再净透亮嘛。哎，是的，没有错啊。宁哥今天这个功课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很足，太认真了吧，真的是没有一个问题能够难倒他。惭愧惭愧啊，我不能给你们谋福利了。哎，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助光水里面有四重氢酸复配，真正就做到什么，就是做到我们的一个温和抛光不伤皮，去细腻我们的毛孔，去除我们的一个粗糙啊暗沉啊这样子。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助光乳呢会蕴含我们修护天花板的一克多因的，加上我们的一个烟酰胺，去稳固的、去维稳的焕亮啊。那么这两个就组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去粗糙、细毛孔，然后是净透亮，让光入肤，让人群中就是你是我们整个人群当中的 C 点聚焦啊。嗯，哎，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给大家来讲啊，就是我们这一款我们的助光水乳，大家可以看到，助光水乳可以说是我们混油皮的天才哦，所以比较适合混合性皮肤的朋友们。哎，是的，没有错，就非常针对就是我们一些混油皮的宝宝们所研发的。嗯，那这里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在这一款水乳当中呢，我们添加了六大抛光成分。嗯，哎，其中呢有我们四重什么啊？就是有我们的四重氢酸精粹。哦，氢酸啊，没错，是的，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打开我们肌肤的吸收通道。精准的去清理堵在我们就是毛孔里面一些角质啊，然后帮助就是我们的一些激活角质的焕新。明白，没错，对，一般就是酸类的东西都会有一些氢酸嘛，这个还是都会有一些就是清洁毛孔啊，然后控油之类的一些效果嘛，所以呢就是得先也存在很多清理的一个效果嘛。哎，是的，就是先打开通道先去清理然后再焕新。哎，是的，宁哥说的没有错啊，就打开通道然后再清理，然后再让你的肌肤达到一个焕新这种感觉。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两重的一个充盈精粹，是我们的腺苷加上我们的酵母的提取物，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新生。嗯，另外呢里面还添加了我们欧莱雅品牌的宝藏修护成分一克多因。嗯，帮助就是我们激活我们肌肤的保水力，达到我们修护啊、舒缓啊、抗氧的一个效果。同时呢会有我们烟酰胺还有我们的酵母提取物，可以帮助我们提亮啊、焕亮我们的肌肤，修护我们的肌肤屏障。那平时其实在用的时候步骤非常的简单，就是什么一拍一抹两步骤，一拍一抹。哇，天哪，一拍一抹。来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乳液是要抹的是吧。啊，哎，对，就抹，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质地非常的轻盈，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非常快就是一种吸收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宁哥的使用的效果绝了。哦，是的。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是我们的一抹，对不对？嗯，当然这个我们是在我们给大家展示啊，至少我们是要抹在我们手心里面的啊。哦，是的，抹脸上，我这样子对不对？小猫对不对？反手来，反手来，来喵喵喵。那也不太行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就一拍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的水嘛。是的，是的。对对对，我们应该可以使用一下。就我们这个水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一拍，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乳液，就是我们的一抹，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在脸上这样子一个使用啊，就会非常的一个舒适。我的天哪，感觉浪费了，有点多，有点多，有点不舍得。没事没事，就是哎，等用一下啊。啊，对，拍拍拍拍拍啊，啪啪啪啪啪拍拍拍，对，这个意思。是，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就一拍一抹。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宁哥的手法就是非常的专业啊。刚刚我们给大家讲就是我们的一拍一模两步就可以到位了，而它质地宁哥感到就是非常的一个清爽的一个感觉，清爽是吧，就不会让你的就是一个皮肤感受到有负担的感觉。当然不会、所以大家记住了吗，就是我们的水是拍一下啊，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乳液就是抹一下啊，在脸上当然一定要均匀啊，让我们的肌肤彻底的去吸收。所以说我们宁哥的手法刚刚看到非常非常的专业啊。那么这一款我们水乳的品牌指导价是499，那么在我们今天直播间下单到手只需要399。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套内还会附赠我们的助光水65毫升，还有助光乳50毫升，直播间额外赠送助光水65毫升，还有我们的小白方2片。朋友们，真的是我回家都得买一点，我不开玩笑啊，因为我真的是我前一阵真的是买了好多欧莱雅的这个。是我每一次我们合作完之后我就会买很多，你知道吗？我真的会买，我也是会买。对，因为我第一要为刘宇宁冲销量。讲，那么今天请注意了，在我们直播间累积十副满359的宝宝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前面有抽中的宝宝们，不要在意啊，没错，抓住这次机会，我们抽奖还有好几次呢，对不对？点击我们屏幕上的一个抽奖球就可以点击到参与了啊。那么请记得最重要划重点哦，请记得保存好你的中奖截图，然后找我们的客服去兑奖。那么这一轮我们的抽奖奖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助光乳正装一瓶，那么依旧是什么，两个名额。好，宁哥，行，那大家注意了啊，来3、2、1开始。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的抽奖已经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了。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登场的好物的哦，是什么压轴登场啊，就是我们的超速美白选手欧莱雅的驻白瓶，也就是我们的驻白三部曲中的精华。精华，哎，是的。那么刚刚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自己在组里面一些拍戏呀、那么其实啊，就是我除了就是宁哥的歌迷，因为我虽然我不会唱啊，但是我都听，因为真的很好听。大家也推荐大家，就是我们新晋宝宝们不是宁哥粉丝的不要紧，去追，真的很 OK， 你知道吗？然后同时我是宁哥的就是剧粉，因为宁哥所参演的很多剧我基本都是看过的。哦，是吗？没有错，是的。比较喜欢哪个角色？就是我印象最深刻什么，就是两个角色，而且反差特别特别的大。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说英雄是英雄里面的这个白愁飞，一个是我们长歌行里面的浩都。就是是的特别什么，就白愁飞里面那句只有牛羊才会成群，猛虎向来独行，就真的很杀我，你知道吗？就突然这个语气就不一样了，就特别狂妄，只有牛羊才会成群，对，猛虎向来得装一下，得装一下，真的就那个点就真的很飒的感觉，就真的哇，男神啊，很酷啊，对不对？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浩都的什么，就是公主让我待着，我便待着，真的这个的话就感觉到就是很多女生都会非常喜欢，你知道吗？是我也喜欢啊，也喜欢。哎，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喜欢看宁哥演剧，因为宁哥晚他就是能够驾驭到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角色的感觉，有没有？感谢，有那种重复的感觉。对，感谢，因为我现在我做演员其实也没多久嘛，然后我其实播的剧也就才4部，然后你就能记住其中2部了。当然那2部你记不住的原因也我也能理解，因为有一部是全部戴眼镜，也认不出来是我，然后另一部可能比较早了。是非常感谢，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但是我就是在我们做直播之后，我也在之前也搜一下，就是我们宁哥演的一些剧啊什么的，然后就其实我也知道是哪几部剧啊。是的。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我就记得看到里面有个评价，就是说宁哥的可塑性很强，就是在演一个角色像一个角色。这个的话就是不敢当啊，我一个新人演员不能这么捧我啊，我容易给我摔死啊。好，那我继续回到我们主题啊。是的，是的。就我们刚讲这两个角色啊，其实和我们的驻白家族也非常相似。当然，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的驻光水乳更像我们的浩都，因为强大的实力更有一颗治愈的内心。说得好，对吧？就时刻守护着我们的一个肌肤啊，嗯，郡主嘛，对不对？那么白愁飞呢，就是我们的驻白瓶了，他什么实力超 A 啊，超厉害啊，对不对？战力杠杠。那么这里的话就是啊，你要说什么吗？没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啊。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驻白瓶，它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快，非常的快，什么快？断黑快，美白快。那么这里的话，哎呀，不光是我说这么多了，好累呀。宁哥，不如用我们白愁飞的语气来介绍一下吧。我们的驻白瓶就是断黑比较快，美白的是吧？哎，是的，美白快啊、来，我们准备一下，可以稍微酝酿一下，因为这个要带入这个情感，白愁飞，现在白愁飞了。不是刘宇宁了，白愁飞啊！对，有一句台词嘛，是啊，是有的坎儿迈过去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好，我们准备好了吗？好，原来山也没那么难啊，是那张，好，就这，是是是，来3、2、1 ，Action！ 有的黑，退下去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哎呦，有没有那种感觉？绝对有啊！哎、好像是。就是、哎，各位宝宝们怎么样？在我们今天每次我们的直播，就是让我们宁哥让你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直播的感觉。是的，是的，是的。啊哎，那么感觉有了，宝宝们，就是我们美白真的要快。这里的话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我们 OLED 助白屏，它特殊的什么，就是我们的特殊双管设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你可以看到，它是两个双管的一个设计，它是我们内外成分的强强联手，可以就抓住什么，抓住我们晒后的24小时的黄金逆黑期，然后就可以加速的赶走我们的暗沉黄下，开始就开启我们的全通路美白。对，就是平常如果你感觉今天晒的比较就是。白天晒太阳晒的比较多呢，然后你一定要抓住这个24小时黄金的一个逆黑期，然后赶紧回去赶紧用，趁那个时间给它美白回来。哎呦，没有错，就是我们这一款我们欧家的这一款助白屏，它内管就是添加了99.9%的高浓度阿魏酸，可以抑制96%的黑色素前体。阿魏酸接触到我们水啊，还有空气啊等外界因素，就会快速的失活。那么为了能够保证它的一个活性，同时能够平衡我们的一些肤感啊，我们欧莱雅经历了203次的实验，我天，才配出了就是我们一个专研的多元纯配方，非常之用心了。对对，非常非常的用心，在这里的话，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看一下。那这里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使用一下，那应该可以来使用一下啊。就是我们外管呢，就是我们的377 Plus， 那么有专利377，还有我们烟酰胺，还有我们二裂酵母等成分，在我们肌肤的表层、中层，还有我们基层是相互的配合使用的，帮助我们可以狙击、剥落我们黑色素，抑制我们黑色素前体的一个生成。另外，宝宝们在使用的时候，请记得。按压后一定要就按压后在手上嘛，对不对？一定要双手将我们内外双管液体混合均匀。是，我双管一定要对，一定要混合均匀啊。对，没错啊。是的，我抹完之后，我跟你说，今天白天拍戏的时候确实晒到一点，明天之后，明天拍特写手部特写的时候就不用有任何压力了，因为已经救回来了。我们讲第几集，我们之后就关注那一集。是的，第23集的镜头啊。对对对，然后就大家看啊，就一定要酷啊，是手是白的啊。哎，所以说大家请记得，就是我们使用的话就可以像我们宁哥刚刚的双手合十，然后搓搓啊，对不对？然后将两种液体混合在一起，对不对？没错啊，双手合十，然后给它搓搓搓搓完之后，然后混合到一起，然后再用啊，因为它是两种啊。没错。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这一款我们欧莱雅的助白屏品牌指导价是429，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到手价只需要379哦。那么在这里的话还赠送什么？就是我们助光水65毫升两支，还有我们的助光乳5毫升一支，在我们今天所有产品都是下单越多，我们的优惠越多，所以一定不要错过。那这里的话，我们最后一轮抽奖也来了，各位宝宝们，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累积时不满359的宝宝们就可以参与其中。那么继续点击我们屏幕上方的抽奖球，就可以来开奖后，一定要请注意了，一定要立马截图，然后带着截图找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兑奖。那么这一轮奖品就是我们的安瓶面膜一盒，依旧是两个名额。行，那大家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来3、2、1，开始。好。那么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吗？哦，也不一定啊，是吧？还有吗？有惊喜的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已经分享就这么多我们的一个护肤好物了，对不对？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护肤知识消化的怎么样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邀请我们宁哥来代替我们粉丝啊，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学院随堂小测试，可以吗？好呀。我都是一般你出的题都考不倒我的，考不倒你。确实，我感觉好像就一次好像失败了。是的，别都成功了，那次还是我们宁哥状态不好。是的，是的，是不是？感冒了吗那天？哎，对对，没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出题了。我们试一下啊，就根据我们的场景去来判断我们所需要什么产品。好，第一题。首先我们妈妈要过生日了。想买一套装来送给妈妈，祝她永远年轻漂亮，请问该送什么产品？请回答。那一定是这个妇颜水乳套装吗？哎，没有错，是的，是的，是的，太简单了啊！因为我们对，因为抗皱嘛。是的，是的，没错，妇颜水乳它的一套就是我们的一个抗皱育龄，去守护年轻。因为哪个妈妈不想年轻呢？对不对？走出去的话，妈妈哇，怎么跟你孩子同龄啊？那也不至于啊。就送给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马上就双十一了啊，很多是比方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好，那么下一题，就比方说就是自己啊，然后或者就是熬夜啊，在那边刷剧啊，就是比方说刷我们宁哥的剧啊，然后刷宁哥的直播啊，然后到这个时候，我们该用到什么？当然，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少熬夜，真的要少熬夜啊。对，是。然后呢？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欧莱雅的玻色因水乳，然后还有这个抗老抗衰的一些产品嘛，改善主要改善暗沉嘛，熬夜嘛。
对吧？是的，没有错。当然，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来讲，就最好不要熬夜。但是熬夜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预防，然后也可以对一定的预防。对，没错，也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来进行一个改善我们的肌肤的一个状态。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所推荐的产品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有这个功效来给到各位的。然后你使用完之后，到一定的时间就会有这样功效改到我们脸上，就非常舒适啊。对。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什么？就我们刚刚一个讲了，我们还可以来送我们的什么紫熨斗，它是三周淡化我们的眼面颈八大纹路。然后并且就是我们熬夜所积攒皮肤问题啊，它一支就可以去拯救它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粉丝宝宝们想要在我们秋冬的季节啊偷偷变白，对不对、内卷朋友们啊卷起来，对不对？应该选什么好物？各位啊，什么就是我们的欧莱雅驻白三部曲，宁哥是不是？没错啊，那肯定得选择驻白三部曲了，给他们惊喜嘛，对吧？哎，是的，分别就是我们的驻光水乳，还有我们的驻白瓶、还有我们就是我们什么啊抛光焕亮嘛，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美白淡斑嘛。让我们在一个冬季啊，秋冬季的感觉能够悄悄的养白，在我们春秋季来临的时候卷死他们，白成一道光，做人群中最亮的那个靓仔啊，或者美女，对不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恭喜我们宁哥啊，就代替我们模范们通过了今天我们奇妙学院的随堂小测试。哎，那么还记得就是我们在直播间还说过的，就是在今天宁哥给粉丝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大礼吗？是什么？哎，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会抽取一位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购买累积实付满359，并且还在看我们直播的粉丝宝宝们，送上我们宁哥亲笔签名的双十一复颜水乳礼盒一份。稍等一下哦，对，来签。稍等一下，宁哥来拿一下、是这个啊，礼盒。来，礼盒一份，里面包括就是我们的复颜水乳正装，还赠送我们的水乳中样各一支，还会赠送什么？来，各位，你们所期待的来了，就是我们宁哥的亲笔签名明信片一张。当然现在还没有签、还没签，现在签，我们得现签来给到我们各位宝宝们啊。来，宁哥，盒子上要签吗？啊，可以签。对的，我们是礼盒。好，我们第一个大家可以来展示一下。来，对，来展示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非常非常不错，我帮你来旁边啊。各位，我们想要吗？想来抓紧啊！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抽奖，来抓紧时间，宁哥。我拿这个给他们来摆个 pose 吧。这是有啥 pose？ 哎，好，可以。好，宝宝们抓紧时间啊！那么还没下单宝宝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还有我们的礼物盒给大家来看一下。签了个名，这个姿势，我记得宁哥之前讲过，就是拍照就有专门的一些姿势。没错，三步青，感觉我好像一个礼仪小姐啊。那也没有这么帅的。颁奖来了啊！好，那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没下单宝宝们一定要抓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方一会儿呢会出现一个抽奖球，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么重要宝宝们请记得重点要划重点，一定要把我们抽奖截图保存下来，然后给到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兑奖。对，一定要这个记得截图啊。准备好了吗朋友们？要现在开始吗？可以啊，现在开始。来，好，来啊，那来啊，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来，3、2、1开始。好，开始了，宝宝们抓紧时间了，看谁究竟是这位幸运儿呢。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也非常的羡慕那位中奖的宝宝，那么也希望就是我们宁哥呢可以经常就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来给我们更多粉丝宝宝啊来送出礼物啊。是的，但是呢我们欢乐时光总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对不对？那么宁哥陪伴我们的时光就好像按了加速键一样，大家都很舍不得。有没有舍不得啊？都在抽奖呢是吧？有没有舍不得啊？我要至少看到你们的评论啊。而且的话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宁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的一些护肤小知识。那宝宝们有没有买到自己所心动的心仪的美丽莲吗？有没有买到？有没有购买到啊？当然也对，当然也建议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嘛，然后购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的适合自己的产品。然后呢也感谢你们的支持，今天也非常开心跟大家又玩了这么长的时光啊，挺好的，挺开心的。嗯，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宁哥，也非常感谢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宝宝们，谢谢你们。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宁哥要跟我们的模范道别了，我们打个招呼吧。行吧，也感谢今天朋友们陪我度过的时光。然后呢还是那句话，除了这个一些必要的情况下，尽量朋友们少熬夜好不好？那咱们就下回见。好，让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